我叫于越，我叫龙门。林耀东，张家辉，李尚林，这回对了啊！哦，说对了啊！我们哥俩呢关系特别好，是的，年龄呢也非常的相仿，就差一岁。我是90年的，那我是19年的，就差一岁啊！91年，91年的，对，很多喜欢我们的观众啊，给我们哥俩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组合的名字，什么名字 ？TFBOYS。我们有痛风，我们要脱发。哦，就是这么个 TF。哎，就是观众喜欢我们吗？是吗？我一看您呢，就是相声演员。那我这么一看你，你就不是相声演员了呗？说对了，这还猜对了。我介绍一下我的职业。再说一说 ，I am a 狗的赛友门。那咱俩拉拉手啊！我是猪的乡亲们，猪乡亲们像。什么叫狗的赛友门呢？没听懂。没有。狗的，这是金牌哦。赛友门，这是销售。那您是金牌销售，都有这样的金牌销售？哎，我看你就是个禽兽。不相信我的实力？不相信？给你展示一下啊。可以呀、啊。Oh my god！ 梅姐，这个颜色也太适合你了吧！我的妈呀！你就学个这个，你就是金牌销售了。你看这个销售啊，它都是有套路的。什么套路？女人需要美丽，老人需要健康，对，小孩需要聪明，男人需要什么？凶器啊，坚决不当怕耳朵。哎，所以啊，这么跟你讲吧，甭管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只要到我这儿来，没有我卖不出去的东西。是这话？金牌销售啊！我可不信。怎么着？咱现场来一回呀、啊！啊，想考验考验我。对了，没问题呀、啊。那行啊，那这么着，咱俩呀、啊、一会儿就不认识。好啊，我从那边来。可以，你看怎么销售我？那没问题、啊。那就开始。那您准备准备。好啊，好，让他准备一下。我跟大伙儿来讲啊，这个销售啊，它都是有套路的。我们常讲啊，一定要找到痒点，挖掘痛点，制造爽点。我们一定要学会挖掘顾客的潜在需求。只要你找到这个需求了，销售就简单的多了。看我怎么销售它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任性，她还有一些嚣张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叛逆，她还有一些疯狂。丑八怪呀呀，能否别把灯打开？放音乐的那个大哥，你是啥子意思？啊？是不是看上我了哟？要点嘛，一会儿都结婚。哼，哎，这儿有一位美女，美女，美，美女，你长得真有勇气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我觉得您呢肯定能长寿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没听过那首歌吗？叫什么？长得丑活得久，长得丑活得久。你是啥子意思啊？重要的歌曲还要唱两遍呗？这是我当然刚才是跟您互动一下，您不要生气啊。哎，那个这样，美女，我主要呢是想你帮我们做一个调查问卷。没有时间。哎呀，问题很简单。不空。您就冲我帮帮忙嘛。不行，有奖品。开始。好突然。好了，那么请问一下美女，您的姓名？联姻。李老师，你才是公立的。联姻不是联姻吗？我记廉洁的廉、哦、老鹰的鹰。哦，您不姓李是吧？你才姓李啊。好，不好意思啊。性别？哦 ，Oh my god！ 就我这样的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泰迪？泰？什么泰迪？好好看看，金毛，小姐姐。好好好好，小姐姐，小姐姐。问一下您的年龄。哼，问女孩的年龄不礼貌。哦，那您今年高寿？84。啊，正好活在坎儿上，他就给我
什么过不去？我说了，问女孩年龄不礼貌。啊，好好好，不问您年龄。哎，问一下您的职业。法师。我是刺客。你在哪个区？我在和平区。我在滨海新区。那咱俩打一盘啊？加个微信吧。玩游戏来了呀？问你职业干什么的？你早说不就完了吗？你看看这理解干什么？烤串的。啊，能不能展示一下您的工作状态？可以啊。啊，来了，老弟。啊，这肤色倒是对得上啊。最后一个问题啊，现在全球气候变暖，极地冰川融化，加之火山爆发、地壳运动，导致上层海水变热膨胀，严重威胁了沿海地区的安全。那么，作为一个烤串的，你应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？我应该拿个签子穿死你。穿死我像话吗？就你这个问题跟我一个烤串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问题有点超题了是吧？好好好，非常感谢您这个帮我们做这个调查问卷啊。哎，我们送您的礼品。哇哦，哎，好漂亮的小亲亲。没错啊，你是想照亮我的美吗？我是想让他看看长的是什么鬼。哎哎，美女美女，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，就是我们今天呢，凡是参与调查问卷的人都可以免费获得我们抽奖的机会。真的呀？哎，您可以打开看一看。好啊，可以看一看您中了什么奖。你中奖了？什么奖？一等奖。我都还没打开呢。你怎么知道是一等奖？我预测应该是一等奖。哇哦，你看，真的是一等奖。哎，我就知道是一等奖。美女，我来给你展示一下我们的一等奖的奖品。噔噔噔噔，请看它，它就是全球首发限量定制版全自动 AI 智能剃须刀。你看它外形炫酷，坚固耐用，全身水洗，八项浮动，全自动 AI 智能剃须刀，有毛时刮毛，无毛时刮骨，你值得拥有。耶，再见。哎，美女，可能你还是没有找到它真正的价值。它的价值是什么？可以帮你鉴别渣男。哇哦！啊，当然了，这个功能您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。No。嗯，我最用得上了。哦，因为我就碰见过渣男。没有，那这个功能您正好用得上。啊，而且它是人工智能，怎么样？你只需要轻轻地喊上一句“小 T 小 T”， 它就能跟你进行人工对答。真的吗？哎，非常的智能。我好期待呀。要不您可以试一下。小 T 小 T， 主人我在，我想要去鉴别渣男。好的，功能已开启，去鉴别那个滴滴渣男，那个滴滴渣男，那个滴滴渣男，那个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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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砰，炸爆了。怎么样，主人，这款剃须刀非常值得您拥有啊。太棒了。嗯，我就要了。好的，不过我想先鉴别一下我自己好吗？没问题。他为什么不响？非常抱歉，此款仪器对犬类无效。